欢乐的观众，你们好吗？好久不见。今天呢，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来到常德了。那记得上一次来常德就是来去匆匆，就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吃到你们的好吃的东西。那今天不一样了，因为我时间比较充足。那等一下呢，我打算唱完歌之后呢，就可以吃到你们的名物，是不是米粉？红烧牛肉粉，我知道。好，我确定，等一下就点这个红烧牛肉粉。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。会留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